失望又黑皮，那应该就是平手吧。后面的电起来抢镜头啊！结束，平手。这个就是又开心又不知道在干什么的结局，又开心又有点不开心。所以你浪费了这么久的时间去看一场球赛，你先浪费一大堆时间去看一场没有意义的球赛。人家做享受过程，人家他们都跳舞跳得很用力。那只有他们跳舞跳得很用力而已。那你怎么做？你吃了一餐很没有意义的一餐，你竟然还是拉出来了，太伤心了。赶快把电风扇关掉。